我们继续把一些支线解完。哎，主线有了。主线终于有了。收集它有这个资源找回系统，就会让你想要一直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就是很耐玩就对了。就是你就会一直想要玩啊，因为它就是资源都免费找这样。就整个很耐玩，上次讲到哪里啊？那女巫怎么不见了？这边有吞噬，哦，其实帮我们选的很好哎。在墓穴，墓穴，墓穴其实它长得比较雪白，我们这边任务也解完了，所以它主线是非常简单的，非常耐玩。